工业要送给台上最美的人，最美的人，那我就笑纳了。来，谁？你挑一个人，你觉得最美的人？那个就给杨宁嘛。超越，我们俩是嘉宾，我觉得送给。我以为你俩互送呢，送给姑娘吧，送给吴昕，反正他手里已经快拿不下了。谢谢，好喜欢呀。你看看，棉花糖，拿不下我帮你拿。你这个。